以前我可能会瓶瓶罐罐很多，然后这两个月就会想说越来越懒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少一点嘛，啊，今天少一点，明天再少一点，最后就干脆不要了，算了，因为反正呢都是在家也没人看得到。我今天怎么了？我拆掉口罩就不是这样哦，好期待哦。你看我的痘痘，哎呀，刚刚那个口罩很棒，是不是？好漂亮哦。你吓到人，怎么那么漂亮啊？就是会很多，是不是？痘痘啊，都长在这里。哦，这是一定会有的。对，口罩肌，口罩肌就是这样子啊。为什么戴口罩这里都会很容易长一些无微博？啊，因为你一直闷住，那闷住这个密封的空间里面呐，你又一直在讲话。嗯，我们讲话有水气，嗯，还有你的口气，然后它其实就是形成一个呢。滋生细菌的环境，嗯，所以就很容易让你的肌肤就有一些无微博的出现。对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又不喜欢瓶瓶罐罐罐那么多。对啊，那就来简单一点，就是这种来一瓶酒，把自己消毒，一瓶搞定的产品。哦哦，这瓶相当有名，嗯，就是呢小橘瓶，欧一万的小橘瓶，现在已经放在对耶，哎，跟你的服装超搭的。好有缘哦，真的有缘啊！这个品牌其实大家刚新梅姐讲了，大家都很熟悉嘛。他是做酒的、啊，对，真的、啊，对，我超爱喝他做酒的。他是日本大厂，就是非常有名的做威士忌。不是，不是什么俄阿米床大厂哦，是做酒制造酒的品牌，大工厂大品牌做的。然后呢，当然很知名的是酒啦，对。然后还有很多保健食品，那他们其实保养品呢也很厉害。这个就是呢，他们非常经典的小橘瓶。这一瓶呢，真的非常特别，它是呢唯一一瓶呢可以让你在脸上感受到化妆水的转换、精华液的转换、乳液乳霜的转换，这三种质地的转换，你都可以在擦的同时呢感受到。但是这也是它的大的特点。就是运用呢这种水包油、油包水的一个质地，让你刚碰触到皮肤的时候呢是完全水的状态，所以会觉得很清爽。嗯，然后最后呢会有一层呢像油膜一样封住哦，然后让你呢整个营养成分被包在里面。所以用的时候怎么用？记得你要压一下或两下，就看你脸的大小啦。我觉得就是自己适量酌量。然后接着。千万不要像以前的习惯，就是这样在这边搓均匀，不可以哦，也不用晕开，直接点在皮肤上。好，你就是像这样子，然后就直接它点融化了，像双旗。对，把手呢在皮肤上面之后，直接这样抹开。哦，你有看它变水？对，这第一层呢就很像是你擦化妆水的感觉。对，对。直接用这个水呢就完全浸润你的角质层。那这个水呢里面就有满满的玻尿酸，接着你一个推开的时候你就感受到很像精华液。嗯，接着我要怎么做？直接就把它推开。推开这个了。对，这个时候第二层它精华液就跑出来了。那在精华液里面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成分，比如说胶原蛋白，这是女生一定要的嘛，让你 Q 弹，还有一个叫蛋白聚糖。蛋白聚糖这个成分呢其实它很有趣，它很像一张水网，一张网子，它会去呢抓住所有的营养成分，让它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，那你的皮肤就会觉得越来越紧实。你这时候就可以加按摩，所以现在慧如做的是对的，你就可以呢由下往上，由内往外，在你在意纹路的部位呢，你可以多加强。哎，真的后来就变乳液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第三层它的乳液就跑出来了，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有一层膜。封在你的皮肤上，那这一层膜也很重要，就很像我们呢精华擦完之后一定会擦乳液乳霜，然后敷面膜，对，然后锁住一样，把所有营养封在里面，所以它最后就会感受到就是好像有一层封膜，但是是透气的。那它这一层膜呢，其实它里面呢有一个成分正在作用，叫赛洛美。赛洛美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常听到的一种保水的成分，它就会形成呢一道膜。封在你的皮肤，可是不是完全让它密不透气哦，它是在让皮肤还是有呼吸的，对，然后你就可以这时候呢再顺势按摩眼周，还有法令纹的部位，甚至连脖子你都可以带过去。碰到脖子当然不够，脸已经蓬嘞，对，而且你看它的眼睛，而且好亮哦。然后你这时候就是你可以再多按摩一下下，然后。你在按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有一点紧，就是那个感受应该怎么说？你会觉得你好像在拉一张网子，一直往上。是，所以你停拉停，然后再拉再停，
就是重复这个动作，然后就会发现你的皮肤会越来越提，越来越提。所以这一瓶呢，它的 all in one 就在于呢，我觉得它很适合抗老，就是老化肌，你也可以用了。你31岁其实也应该要用的 ，OK， 真的吃进去。所以如果像眼睛这边的话，也可以加强，因为很多的细纹，对，然后不会熏眼，它完全不会。嗯，所以你有没有看它越拍，它的两只眼睛的那个差异就越来越明显。对啊，我们都已经是4以上的人了。我们的肌肤呢，其实最漂亮的时候是在最出生的那个像 baby 期，就是我们的原生状态。好远哦，只是那个年纪，但是因为年纪越来越长啊，我们的原生的最美的那个状态一定会 越来越走下坡嘛。对对。可是这一瓶呢，它就利用这样的质地的转换，以及它特殊的一些成分的加持，让我们得到让肌肤得到一个很好的修护，回到一个呢，虽然不能是最原生的那个状态，但至少回到一个比较状态好的，然后比较健康、比较年轻的一个样子。因为它不会黏腻，好适合现在的天气哦。